哇哦！游戏结束。哇，弹夹这么长吗？这钩子，这么长吗？这把打89 K 好吧，如果给我的话，打一把打一把。如果砸的近战，其实就没什么压力了。啊，一个小小消音 SCAR 跟我 MG3。来，小心，不要翻车了，走不好吗？现在对面人都单是我 MG3 啊。屋里是不是有个老六上？到屋里有个老六吗？哥，给他救了哥！这屋里刚刚有个脚步嘛，躲着不动，真的狗，真的狗，啊，比不确认还狗，凡凡。也没磕到头，凡凡。大狙 ，OK 啊 ，OK 啊 ，OK 啊。呀，想不到吧？哎，不错，点错了，哥。别搞！他还挺，咱们就去开车走。没停，我就扒雷。这么懂吗？妈呀，吐了！那消音器一装，那个都不玩，好吧？哎呦，好抖啊！消音器好抖啊！丢了，啥也不是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上马的圈一样哎，感觉。啊！假狙怎么玩？他打谁呢？小心被偷屁股，好吧？妈，待会屁股来人，得一直看着。
妈，这最近这个画面是不是有问题？康巨石开了没有？开了呀。你发现我看不到人，就这么的时候，我看不到别人有没有露头，真的很难受。打了一枪，打一个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带了一个人，我操，什么鬼啊？带了一个人是没想到的，好吧？啊，杀到两个！我操！双双阵亡，什么鬼？这么戏剧吗？我应该弄个自动拾取，就会好一点了。去打一个直接干大单好吗？楼上，哥，别这么高！完了，拉稀。好，这是困难。买了车了，我扫不了车啊，怎么办？哎，还是一队的。我逮拉稀啊，这防区不知道准备走。你再把我卡死吧，大哥！把他拖上了。再见，换啤酒零。位置拉稀，快走！他们好像是腹背受敌，现在没雷了，拉稀。去帮我打一手啊，哥，干什么呢？哎，操！我打架不行，你 K 头 K 的挺快的。
Happy 90，我操，舒服。啊！打中他。没事没事，我幸好我刚捡了很多主动药，好吧，幸好，完了，这子弹数会不会拉稀啊？刚怎么捡这点子弹？而且这个他们可能好像是两个人，另一个是个老六，是吗？这两人真的够阴的，枪也不对了，不好搞喽，赶紧上烟好吗？赶紧上烟。外面是不是挂了个人？刚刚我看他闪了一下，一楼有个。只能干他打他，没办法。扫一个烟，哦，左边有个人。先打哪个吧，他好像回去了。这么牢好像会好点。哇靠，这俩高手，哇！